衰老病痛，人生免不了有缘无苦难，爱不只是言语，更是行动，就用我们的手表达出来。因为手是新的语言，也是新的颜色，因为手是爱的表白，也是爱的桥梁。病痛的时候，谁的手一直握？寒冷的时候，谁的手温暖我？悲伤的时候，谁的手安慰？新的语言，也是新的颜色，因为手是爱的表白，也是爱的桥梁。冰封的时候，也是爱的桥梁。
就是新的语言，也是新的眼神，因为就是爱的表白，也是爱的桥梁。冰冻的时候，谁的手一直握？寒冷的时候，谁的手温暖我？悲伤的时候，谁的手安慰我？孤独的时候，谁的手陪伴我？Amen.
是那时的伤，世界的伤，世上的伤，长生雪的伤。也是爱的桥梁。